阿宝老师，宝妹你好。嘿、hey, 你好。1239。嘿、hey, 1239嘿。因为最近啊那个文旦又结果差不多固定了啦。啊有一些比较弱势资的他难涨了啦。啊结果算还好，但是怕他太细粒。哦，这件太细粒，所以请教阿宝老师，以后面甲地面上吼、哦，要安怎来管理吼、哦，较为他的粒头会较大一丝啊。啊，我听收音机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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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了解哈、哦。这个文旦哈、哦，咱伫栽培内底实际上哦，啊，多数咱拢较担心的呢，拢唔是大粒的，拢唔是细粒的这问题吼，拢啊，顶多拢会较惊这大粒啦吼。啊，因为呢，啊，文旦伤大粒吼，有时啊会较感觉较无讲啊，第一就是讲甲一个量起哩吼，过一个崩过安尼吼，啊，若是过大崩呢，有当下伫咱。这个小熊吼，就较有一点啊，这困难啦，然后，所以，比如讲像拄只咧，比如这种情哦，自闭症吼，去进入人，而且会忽略一个这个啊，有那个嗯，缺失啊，各方面较无达到哩，吼，这拢是咱去拄着经营，所以伫这种经营之下咧，啊，当一部分也无建议讲有。的安怎去做？然后讲，针对咱的应用一个这个部位吼，小做一调整吼，并讲啦吼。你起码呢，从啊，总是用这个食啥啊？你的地段，等于就在啊，你可以较管一点点这个淡素。那你建议讲，你较是点过河啊？所以啊，这家的这处理上面，你当用安尼来家这做调整吼。按说啦，你到底，这个在的所顾客，包括讲你小改用一摆，我是建议讲啦，拄着啊较小的时阵，你当下就说啦硝酸钙，吼、哦，因为即马较细粒吼，因为迄油啊吼，那钙补充较够的时阵呢，啊，伊迄个嘴尾结就好诶，吼、哦，迄种啊，咱咧食的时阵，最主要迄嘴尾好的原因就是迄个米头吼，伊、哦、个米呢食到真 Q 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真有这个弹性。所以伫这种经营之下呢，就真容易呢来甲伊许吼啊，即、這个提高着咱的这种品质吼、哦。所以啊，我予伊有淡素汤食，但是呢啊，因为咱即个咧落硝酸钙有一个即个好处，就是讲我会当落少。我落少，阿麦落济吼，对我一份地控制哩正十公斤，麦超过。啊，我落一摆，哎呀，伊有食一点仔钙，啊，有食一点仔即、這个啊培训，我爱着你爱多。啊，若无够，咱会当去改，去甲补一撮啦，去甲落只正十公斤吼。啊，分两边啊，呢落起来呢，啊，伊通常伊即个粒头吼，绝对是有法多做了真水亏吼。啊，这一般咱的建议通常是安尼，啊，后面倒是。啊，会当去用啦吼，但是就讲你后面咧用的时阵咧，啊，涂骹若有用，后面就卖用啊吼，因为脏身啊是讲啊，尤其叶啊这部分，咱最主要的后面，咱尽量要补充的吼，一般来讲拢是这个微量元素吼，因为咱这个柑橘类的生长是较酸的一个这土壤内底，有当时啊，这微量元素的这吸收吼，啊是讲各方面有一点啊，消化一点啊这欠缺，所以啊，咱伫这后面稍来做一下这补充。啊，这是有绝对是有正面的这帮助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伫只会当予咱好朋友来收来解决了解，啊，当然尽量的后面就是予伊补这个微量元素吼，啊，你也是讲要用呢嘛是补补啊吼，但是呢，咱伫后面吼，卖予伊伤悬的这个淡素，因为。迄落去了吼，伊无一定过食会到吼，伊规个叶啊怎叫含起来？啊，若万一拄到小可一点啊雨水，佮变红，不叫伊变红起来的时阵，伊个果吼就容易得，较容易打理啦吼。所以这是咱上无上关，你去看到这经验，就是讲你粒头大粒吼，细粒也无人要会，人袂讲安怎吼。啊，但是你若打理吼，迄大概呢，就机会就足歹在啊哩吼。所以这大概是咱会当互你的这处理上的这建议啦吼，但是啊，这个淡素利用有当时就是讲拖骹底吼，你可能咧落的时阵呢，啊，会当小注意者吼，并讲拄只男是讲用这硝酸钙，无你得四盒啊，加迄个43啊，加5盒啊呢吼，啊5盒啊，伊淡素就较悬，你小
甲伊落一寡，但是卖落济吼，因为淡数无够，咱连当去补。啊，若超过呢，啊，迄颔棍一个幽长吼，尤其你可以落了较强的时阵，啊，即个文旦就容易幽颔棍吼，啊，即颔棍幽长，就是粒头较大一撮撮啦，迄介绍嘛无看赢吼，当然有较有量然后。是咧，啊，有当时啊，迄个形咱小过者吼，卖会超过，啊，即起来呢，就会当做了真好势吼，即大概是即款的即情形，啊，即当提供我咱那边有做即参考吼，即大概是即款即啊使用的即方法啦吼，啊，不过呢，就是讲咱随时咧做即个文旦的时阵吼，啊，为即马开始吼，为即马开始，然后去调查了吼，啊，为即个时阵开始，只要伊那是有啊落雨。只要那是有落雨，啊，这个落了土口够淡，啊，甚至会流这种呢，啊，咱可能一礼拜上起码吼，那是讲一礼拜拢落几啊天拢落去吼，啊，咱一礼拜咱就一礼拜一个十上起码，啊，就是六公斤啊，啊，后礼拜个落雨，你后礼拜你个去加落一遍啊，啊，大概是你都俩这节奏，伊讲哇，我去刚刚落啊，个老掉去，老掉去不要紧，你个过一礼拜你赶快哦，老掉去，伊迄老掉去啊，老掉去咱个解补，就分得六公斤的这绿化食哈，啊，啊有诶讲得爱红咖喱唔好食，这正咖喱较会好食哈，其实伫这个时阵最主要你加吼，那无料啊黑咧呢，伊就容易呛红啊。容易青红起来，这血压都未够闹，伊咧恢复嘅这速度就较慢，哦啊，所以啊，伫这方面来讲呢，那是较肉长嘅，这你也当小注意者，就是讲我涂骹继续甲补补要紧，但是呢，啊，拄着落雨，迄个流失，哦，我小控制者，卖让迄个淡素液量稍微较悬，因为这淡素液侪伤悬嘅时阵呢，啊，造成咧，就拄只讲嘅这长颔棍以外呢，上该惊嘅咱就是惊讲这个淡素下落，佮拄着落雨，伊即卖营养拢有食着变红，啊，变红嘅时阵吼，伊个营养会走位迄个红去哈，啊，伫。咱高血管顶累积的这营养分就较无够，会去抽走，所以这个油啊就较大米哦，所以这爱小注意者。啊，咱也是有小用这红咖喱甲控制者。啊，咱啊，这个平常咱正常咧热的时阵啊，这个淡素较关一丝啦，啊，那落雨咱补一丝啦加，安尼起来粒头啊有啊，佫袂伤过头细粒啊，上重就是讲伊袂大米哦，啊嘛袂讲啊，这个甲。弱人的时阵，嗰个病红病较贵的，甚至较要慢啊，进前还佫有这个红咧病，啊，那是安尼对着咱的这個品质影响佫较大，哦，所以这你要去注意的点都是这个所在哈，啊，这个操作的方式呢，提供予你做参考，有无清楚的所在，咱佮佫继续讨论啊。